对我来讲 ，Superdance 啊，是一个荣誉很高的比赛，因为它是经过很多不同的选拔啊，同埋选手有一定的认同啦，是一个很高水准的比赛。对我来讲是一个是啊，可以入到去打是一个荣幸。因为前两次都是我代表香港去日本参加 Superdance， 而今次他在香港做这个比赛，我希望可以为香港再打多一次，可以帮香港拿多一次冠军。Superdance 我第一次去日本比赛的时候，我不适应舞台，那些音响啊咁样，咁好大力。咁第二次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发挥好了很多，因为我吸收了那种经验啦，咁啊开始知道点样去应付啦。今次第三次啦，咁我唔知道同日本个差别有几大啦，咁啊我都好期待，咁啊希望嚟紧今次会有好嘅表现俾大家睇。因为比赛的时候都是要将平时练习的发挥出来，所以平时的练习是很重要的。那可能我平时练习比较多，所以比赛的时候发挥得比较好。很多时都说主场有利的，来到香港起码我有足够休息时间，同埋有足夠嘅準備去應付個比賽啦。咁啊，所以喺香港搞其實我覺得幾好嘅。贏就個個都想贏。咁但係我對於比賽嚟講，我寧願有好好嘅發揮同演出，總好過我去諗贏。因为如果有好的演出，我就会有机会赢，是吧？所以目标都是希望可以自己那天发挥得最好，去对每一个选手。